Hello， 我是安仔啊，24岁。咁我10年后的梦想咧，就是在香港成立第一间嘅花式足球学校。我自己觉得香港的年轻人，你同人同人之间的沟通是少了的，通常都在家玩电脑啊，从失败中起翻起身的能力咧，就比较弱少少嘅。咁我自己玩咗花式足球就7年啦，总结咗一套训练系可以帮助到呢班嘅年轻人提高佢嘅集中力啦，提高佢嘅自信心嘅。而家我系不断教紧一啲花式足球嘅 workshop 啦，咁希望更加多人去认识呢个运动啦。咁其实音乐同花式足球嘅相同之处咧，都系需要好长好长时间去训练啦。咁可以话系台上一分钟，台下10年功。咁我希望我嘅歌手嘅身份咧，系可以帮助到将我花式足球呢一个项目传达俾啲大众嘅。